玩特集或者歧視嘅手一啲五萬港分。好啦，而家時間係12:00，2017年3月，仲有2017年4月5號，星期三。哇！而家奪旗啊，玩緊地鐵人動。啊，今日4月5號咧，我記得我凌晨瞓覺嗰陣咧，一起身嗰陣凌晨起身嗰時，發覺成身都係俾蚊咬，後屘啲蚊又尖我啲碌柒啦真係。啊！琴日即兩三年前嘅4月4號，我就翻咗香，翻咗嚟屋企玩翻電腦。舊年就拍咗《荒野遊蹤》加《地鐵人動》幾多次？先就走去跑步，不過有好多狗仔啊，成日都咁多狗喺嗰度。跑步跑到第三條橋，跟住翻返嚟。跟住之後，翻嚟之後日日好少嘅。我見到有三個細路仔女喺度玩跑步，跟住我見到有一個狗嘅主人帶只狗喺度睇人哋玩跑步。我今日星期四唔會翻學啊，上星期一課我知。啲功課已經做齊曬啦 ，B1 基本上殺咗好多人，對我嚟講，已經殺得萬幾個，死咗2000次啫。同埋多數用得多嘅時候係載具嘅重坦克啊，其次就係巨獸，1800個，之後輕坦克。再之後就係火化裝甲車，火化裝甲車殺咗777個，777。但係我最高嘅武器係一啲哨兵，一啲 MG 重機槍嗰支，殺咗320幾個。其次咧就係嗰啲衝鋒槍、衝鋒 M1918，殺咗300個。咁次要武器就係 M1911 手31個，因為好少人次要武器啊嘛，好似。啊，好，這個唔係一個bug嚟嘅。我以前成日都玩呢啲嘢，已經升到呢個88級，但係今日都好似冇咩升過級嘅。唯一咧令我最容易解嘅勳章就係公牛勳章，有一支公牛勳章嘅公牛勳章就係依腳依係佢受吹毀10台載具，
跟住要攞到五十點嘅士兵傷害，真係要炸五十次咯，要仲一定要有傷害，唔可以冇傷害。跟住就最尾就係機械巨獸殺二十個，我解咗噶啦。當陣3月23號逼埋一嚿咁冇得走，所以係咁樣炸，炸得四十幾個，佢好似炸30幾個。我發覺那些敵軍呢都好似比較昂居，比較佢哋行埋我嗰架車就係咁射，其實佢哋嘥子彈，除非佢有子彈包，係咁噹噹噹。佢哋只係以為嘅裝甲列車嘅生命值係100，其實1000嚟嘅啫。因為你嘅機械巨獸生命值只有 10% 嗰陣，其實實際血量係100。十血量100，咁血量得翻一咧就係10，咁你75% 就750啦，50就500，25就250，乘十啊嘛，將個數值乘翻十，啊敏感。要翻學，跟住翻兩日之後放假。